本队网路巡逻时发现桃园一名大学生在社群软体张贴轻松获利、操作简单及大量钞票等图片，深入追查发现该名学生涉嫌经营赌博网站。本队与大园分局共同成立专案小组，于本月四日持搜索票上门查缉，并扣押相关证物，针对犯嫌手机及电脑进行数位监视，发现该嫌旗下赌客单月投注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，全案讯问后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